嗨妞，大家好，我是碰果。我这次买了这个巧克力工厂角落生物的，超可爱的。那我们就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这些是最主要的东西，就是模具，它都是塑胶的，然后是整个角落生物形状的，超可爱的。然后搅拌工具跟帮助形成巧克力的，跟最后包装的。亮亮的纸有两个颜色，这个其实是塑胶杯。如果想要再更安全一点的方法的话，应该就是拿玻璃碗。首先就是先准备巧克力33克，这其实有痕迹，大概3等分再多一点就够了。切碎。然后去微波炉融化，那在微波之前就是先把一半准备好在桌面上，这样等一下直接倒的时候就可以快速一点，因为我怕微波之后太快凝固这样子。那就去微波吧。摇完之后就是这样躺1分钟，然后这样躺1分钟，正面这样躺1分钟，跟直的1分钟，然后把它转到刚刚的正面。这边不是有写 lock 跟 unlock 吗？那我们就把它解锁封印。然后就这样平平的送进冰箱里面就可以了。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了，好，从第一个开始吧，我的猫猫。然后这边有两个可以直接这样打开，哦，太可爱了。可是这边有没做好的，好可爱哦！哇，这个失败了。它裂开了，这个也是吧。有小尾巴，超可爱的。我怕我手温太高，让它融化。
它是有这个包装纸啦，然后来包装看看好了。刚刚我觉得太难了，要包的好看好难，因为它会出汗，我不敢摸它太久。什么球？太困难了，我放弃包装。可能刚好买到，因为我就是买 Seven 的巧克力而已，可能就所以不太行吧。我不敢用力包，感觉会融化掉。那来做个总结好了，就是做出来的样子都蛮可爱的，但是它就是边边角角的地方啊，比较容易产生气泡。如果要倒的话，可能可以先从比较小的配件那边开始倒起，像是恐龙也有尾巴，所以可以考虑先倒尾巴，然后。不知道为什么我做的这两个比较偏小的都比较容易破掉，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，就是巧克力没有倒好啦，就是倒的不平均，因为这是后面做的，那就有点懒这样子。然后最一开始做的是猫咪，所以上面刚好没有用到，所以就有一个洞。包装实在我不太会，所以包起来很丑，但是真的好可爱哦。如果里面想加饼干或是小东西的话，也是可以考虑加的哦。但我这边什么都没有放，很纯，这批很纯。那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不要忘记还有其他推荐影片哦。那就这样咯，祝你们白色情人节快乐，安妞。